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我说两句啊。首先感谢言樾和安然特意为大家准备了这么一场温馨的婚礼，与其说我们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，不如说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相聚的机会。我很荣幸成为他们两个人的证婚人，下面有请两位新人发言。好，没有说有这个环节啊，我以为只是一个小小 party。 没关系，今天特别感谢大家能来参加我们小小的婚礼。之所以用这种形式，是想把我们的快乐传递给大家，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和安然在生活和工作中最重要的人，你们的见证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好，接下来请大家允许我对我的老婆说两句。安然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音乐。发生争执的时候，我只能选择逃避。我习惯被一对耳机束缚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以为自己活得很快乐，活得很自在，活得很圆满。直到某一天，我才发现，原来爱上一个人以后，那些嘈杂的声音都会消失不见。那些最美好的声音会组成旋律。原来，你给我的完美，是我一个人无法抵达的彼岸。再一次和你相遇，和你相知，我发现，我竟然还是会有第一次遇见你的怦然心动。你好像永远都是那个校园时代的女神，那样阳光，那样美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不断地为我阻隔那些不美好，谢谢你把那个躲在耳机后面的男孩拉到了阳光底下。在今后的人生中，我想与你相依到老，我想拥抱你的身，拥抱你的心，拥抱你的梦想，拥抱你的过去、现在，还有将来。安然，你愿意让我站在你的身边吗？你敢说什么？我愿意啊，我当然愿意啊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还可以成为谁的力量。我以前也一直以为人生就是一个人的战场。言樾，谢谢你能够坚定地走向我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叫做明知婚姻艰难却依然心向往之。我现在终于理解了这种英雄主义，是因为你，是因为你的爱，你的包容，让我终于有了这种勇气。无论我们的未来是黑暗还是光明，我都愿意与你一同奔赴。严先生，你愿意把我们年少时的错过换成一生的陪伴吗？我愿意。冥冥中那根牺牲从未松落，一直贴在手，让你等太久，迟来的晚风更温柔，人间的烟火是你带我，我去吻别天大车与海的阔。
的我。